现在要介绍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的手工创意编织袋。你看有大的哦，有小的。那它们的材质来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铝箔包。我们哈哈杂货店呢，就是用这个我们回收的铝箔包洗干净之后呢，然后经由我们的老板娘，然后呢手工这样编织，所以每一个都是唯一哦。哈哈杂货店。在买东西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抽笑话卡，看看啊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抽到一张笑话卡是什么呢？有一天学校考试，小华明明知道考试卷的答案，为什么还一直看同学的呢？好爱演，因为小华就是老师啊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让我唱首歌来诉情思，在我小小的生命中。就是我最深爱的人，你有双温柔的手掌，坚定呵护我梦的方向，隧道前方未知的光亮，我不怕。高声唱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你啦啦啦啦啦啦，直到永远，永远是不。瓦达部落的对小米珍珠串，小米哦，珍珠串哦，真香。阿拉巴斯，小米班的同学，请准备好了吗？请问老师看那里？好，小凤姐可以。哇，太棒了，谢谢老师。
这个长荣百合国小参观我们的田间生活节，对于这些小朋友跟老师们的付出呢，还有我们在地原住民朋友的这些努力，觉得实在是深深的可贵，深深的感动啊！谢谢。